只有一份哦。要不这样子吧，考你们一下英语，谁赢了就谁去上回两胜，怎么样？好啊。这个用英语怎么读呢？ Classroom。 哎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谁对谁错呀。哦，不怕，我用这个步步高扫描笔扫一下，这笔有海量词典，一扫就能翻译了。教室 Classroom。 这个都是课本真人发音哦，英语是比较地道的。哎，对比了一下你们的那个读音，你好像读 Classroom。 大家觉得哪个对呢？哪个更标准一点呢？啊，这样子吧，给你们每人各得一分。这个读什么？ Window。 窗户Window。 哎，这个就比较明显了，他们两个人都读对了啊，又每人一分。这个读什么呢？ School bag。 哎，那我们来用这个试一下。书包。 School bag。 这个就是西西对了吧。好，我们的胜利者就是西西。妈妈，这个笔尖表现得那么好，我都吃零食了，那我用这个笔咯。可以啊，这支笔从小学到高中都可以用啊，哪里不会就扫哪里。看这里还有语音问答呢，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他。一平方米等于多少平方厘米呢？一平方米等于10000平方厘米。哇，这么多的吗？10000平方厘米啊，不懂的知识又增加了。